一部分现在早上本身就没什么人，真的。五一啊，放假了。那早上顺手衣服来看看。放假你也不见得有多少人呐、啊，对吧？反正我就等完，还差三个人头，打完马上去衣服预定一张你那去。哎，看错了。我在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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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信已经死了。日了狗，他怎么那么多血？我靠，只有悠悠一个人能救死，我操！你看，我真他妈这个人。小渣渣，耶！啊，我告诉你，最后那个人在那个外面那个地方有个地下室，那个正门的那个地下室，正门的地下室。外面正门的地下室，外面正门的地下室。魔力刷全去地下室，会出事。一楼地下室，一楼地下室，一楼的地下室。就是、他绝对死，他不敢下去，玩不过。魔力刷很难打得过。一堆一堆来，我就不信玩不过。哦，开大。在一楼啊，一楼别去踢踢踢，我操，你倒逼。在一楼，已经有人去了。知道，但太多都别我居然还去那个传送的。等魔力刷一楼大，他就死了。哇，没刷大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妈能玩，一堆气他妈蹲在下面的。骗人不到十五秒瞬间打残，然后再来一个人瞬间爆炸，妈的歪毛的！我们去地下室猥琐流。妈的，来，他妈在哪里？开机按死你！二十吧你！反弹的东西都不想回头。我他妈在里面放了一堆数字，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死。地下室无敌了，大爷啊！地下室已经没有警了，妈，我们在地下室猥琐流。不用猥琐了，外面都一堆死人了，就一个人，太逼了，还有一个人，然后就剩一个最菜的存在。你那全是不会玩的，然后他妈的踢一堆会玩的，一堆大队集中爆炸，你妈逼的玩，哎呦，真可怜！我玩个盲看家 P P 妈的，来玩个盲，来跟家 P P 妈的，真的我的。妈呀！对，马上爆炸，妈的，马上不用玩。地下室没可能，来地下室，神经病，我跟你说，地下室，过来，哎，地下室，哎呦，信不信我先把你秒了？如果不是一边的话，是怎样？有种就来秒我，我们是一伙的。旁边还有个基佬，他说他不想来，操，是一边就算了，下面一堆人，我就是了。我这个东西还非常的好，阿拉伯。哎呦，你想跟我玩哦？
长沙，长沙，我他妈直接被人接脸长沙在哪？哪哪边哪边没报？哎呦，我非常喜欢这个东西，因为它的范围，它都是群伤，全部都是群伤。你妈！我觉得我他妈现在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他妈玩接连杀人？我他妈折反射，嘣嘣嘣嘣嘣，整个地下室都在爆炸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你还整个地下室在爆炸？整个地下室都在爆炸，呵。在最近动着，可惜阿鱼啊，我操，两个死的多，估计啊，你们那边不得出去找人，悠悠死的烦，悠悠来出去吧，司机，出去那个人。哎呦，瞬间被秒！整个地下室都在爆炸，我整个人都在炸的，妈的！全都是我干的，整个地下室都在爆炸，折反射，折反射，嘣嘣嘣嘣嘣！这死黎明吗？那玩意！我是猥琐流，还差一个，最后一个人头，完就要走了。我还是觉得我考虑蹲点，妈这位。垃圾东西，有害法器，下面一堆蛇，六，地下室都是匪，地下室都是匪啊！嘣嘣嘣嘣，呜嘣嘣嘣嘣。六。这怎么签到？接球机或者是那个 I hear 或者球机。妈的，没有了就。来，这么爆。年轻人，你们在想什么？这张图真好玩，这是能复活，同学，不是复活了，有点厉害。哎，这是人呐、啊！我复活了，什么鬼啊？我复活了。他妈小姐的技能吧？哎，我怎么死了？什么鬼东西啊？这玩意是二小姐的那个。这剑上怎么连模型都没啊？就是这魔力沙在里面装逼。那再开一个分身让我复活，来，再开一个分身。地下室来，地下室集合，剑上跟那黑魔模型多，地下室集合，来，地下室集合。啥地方是地下室的？又是开个模型给我玩，直接上连跳英雄不就好了？操你妈的！完了，这家伙混战的！快来一只侠，快来一只侠！哎，画的这 UP 还可以赚 PDS 啊，好像跟衣服通用啊！我这皮子加了好多皮。你大爷，你妈逼啊！谁还来把我举报了？操！玩毛玩，这两个人，你干嘛呀、啊？我这天平还是有进展呀！你妈的，一个人杀进魔力刷，去死吧你！
我操！日了狗，垃圾魔力刷，感觉爆炸了，怎么办？妈的，刚才被两炮戳了。弄的谁啊？这个地形刀法了，这样子。任他比我刀法了。这地下室，毁在顶在地下室，顶顶在地下室，地下室地下室，地下室地下室，去死吧小傻逼！傻逼原因去哪？你还要弄死你！上面还有个傻逼，上面还有个傻逼。哎，菜鸡，去死吧！上面还有一位，哎，上面还有个傻逼，菜的不。洛基闭嘴！洛基被我打死了，好意思说话？要开始直播了，你们小心点。还能在哪？哎呀，哥们在哪？六，还有那个，我他妈不会瞄的。你把我弄死吧！地下室装逼大飞模式。妈的！地下室，地下室。地下室惊魂吧！操！他妈的，不到五秒就被秒，这玩毛？你躲起来了。你不是找人少的吗？你跟人群在一起肯定要死啊！你先躲起来啊，肯定不会死啊。只能死光子出来啊！你不够机智。你死光了再出来，你就怕那人发现操你妈的！哎，那你又不想死，又不想打人，你想干嘛？去亏是自己的那种猪，见了就秒，这没错。地下室全是金，你们完了。妈，什么鬼东西？他推游戏了什么鬼？有点。有点屌，你都队友啊，你都队友，刀怪也卡人的，全在地下室，来地下室，来地下室。我好吓死了！妈的，这么困，我刚好想死了。去死吧小婊子，去死吧，去死吧，你看你才一分钟死，我的任务已经做完了，我要走了，不陪你们了，才打招的，去死吧你们这个小婊子，可能头几个月了，妈的终于死了，想干嘛，想面试的机会吗？那练你们这么菜 啊，你又被我杀了，练你们这么菜，这么菜，你好意思站我面前，你怎么这么菜啊？弱鸡闭嘴好吗？你怎么这么菜？你怎么这么菜？你怎么这么菜？弱鸡闭嘴。你怎么这么菜啊连爷，你怎么死了呀？我外面就是大小姐，把那小姐弄。我操！居然要打死你，有点厉害。完了操！现在就把，完了毛啊！完了毛！你自己飞出来让我打死了，你还骂我什么意思啊？去死吧！我真的不知道我是用什么信息的。去死吧！先站我旁边去。赶紧去弄死了！你妈飞了，剑叉！他妈！这套的剑上的傻逼，下面一堆堆堆堆堆堆骚，
谁呀、啊？跟我对，你这加了三 PPS， 有点厉害。啊，是一个菜鸡原因。菜鸡原因在哪呀、啊？菜鸡原因。菜鸡原因在哪？然后就断，不队友吧，对不对？刚才就把你旁边那里啊，我都说了吧，妈，400多血冲啊！我靠，我可这么多都不去打吗？一个三百，三滴划了呀，他就死了，你别怕，我操！有个人被卡在那里了，刚才我也是一个人卡了一次，然后那人就开始我被爆了。没全下，全下去。他传下的，他没全。我儿子是疯狂啊，我儿子是疯狂。我操，这酷炫的大招，可是并没什么卵用。挂机杀，天哪！他妈那还有人吗？卡住了，那个人应该被卡住了，你都被弄死。那个人是被卡住。这没天道什么鬼啊！来，打死几个了？再让我打。他们还给我差6分钟。那么多人杀。好，再见，我够了。够你妈逼，滚！想去哪儿啊？去你妈！我操！天哪，八个连麦呀！天哪，简直就是死尸般的伤害，我操！妈的，刚才被吓死！外面简直一群大丧尸，哎！进来就秒人，我都不敢出。元気、達人で这一个人啊，什么鬼？这一个人啊，什么鬼？
我就知道是不是你那个傻人才，我就知道是不是你那个人才。天，要是那个老天那个屋子里有个人才，就是那个人才。妈的，我刚才就在屋子里面看到的，差点就被吓死。我操，一个火车电逃进来了。别发，他听到你了。哇操，三个四个，我可大力出奇迹，我可真他妈大力出奇迹了。妈的大力！啊！